勇者必有得呢，这首歌的歌名呢是取自蛇的谐音，就是寓意呢大家在来临的蛇年能够迎来自己的收获。勇者必有得呢是鼓励大家要勇敢的付出，我们最终的结果不一定是财富或者是地位，也可能是健康的体魄、快乐的回忆或者是宝贵的经验。一开始呢，勇者必有得是打算在全马找三个学校拍摄，原本最初是设定在北马、中马、南马各选一个学校的。然后呢，我在公开招募的时候呢，就发现到反应太热烈了，就我收到大概有500个 comment， 然后呢，有亲自联系到我的就是 email 啊，还有 WhatsApp 的接近100个学校。所以呢，我们最终呢想了很久，就觉得既然大家那么支持这个勇者必有得的 MV 拍摄，我们不如就从原本的三所就拓展到每个州一个。所以我们这一次呢，我相信是马来西亚史上最大阵仗的 CMV 了。我觉得第一个挑战就是经费。其实我们平常啊，我们拍 MV 的时候，一个场地我们都已经很头痛了，那一天拍摄下来可能就会花几万块。因为大家知道拍摄一个 MV， 我们不只是大家看到的 action 和 cut 这么简单，我们前期还要做作词啊、作曲啊、编曲啊、录音啊、考察场地啊、找演员啊。所以我们决定要跑15个学校的时候，我就当下就很头痛，我就想，哇，这样子我们的经费是不是要乘15呢？所以其实经费是我最头痛的，所以呢，我才发起了这个众筹的活动。然后这里也要非常特别感谢Naturalish， 感谢他成为我们这次 MV 的独家赞助，然后呢，还有感谢差不多近百位的这个众筹人士来成全我们的这次 MV。有了这些宝贵的这些经费呢，我才能够来到全马各地来完成这么有意义的贺岁 MV。第二个最大挑战，我觉得是健康了，就是因为我在拍 MV 之前才刚刚完成一个手术，就是肾结石的手术了。很感谢老天爷没有让我的肾结石再发作、再复发，但是呢，这次也是还是有面临挑战的，因为可能是长时间的奔波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团队也陆陆续续生病。那我在前面几站呢，几乎完全没有声音，到了最后一站呢，已经比较康复了。第三个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天气，我真的很怕会下雨，因为一下雨的话就完蛋了，因为学校的布置的那么辛苦，我们每个学校的老师都很用心的在布置每个场地，然后呢，我们都很期待在他们的操场或者是在他们的这个广场上面拍摄。如果一旦下雨的话呢，其实所有的布置都会白费了。很感谢老天爷的帮忙啊，因为我们很神奇的哈，15所学校最后都雨过天晴，完全这15所学校都是在晴天的情况下完成拍摄，真的很感谢老天爷。最后一个呢，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档期，因为我们要配合15所学校的时间，然后呢，我们这次的团队，也动员了很多的摄影师，所以我们真的是很难才可以瞧到他们的档期，真的是非常谢谢所有团队的配合，大家都把宝贵的档期留了给我，非常谢谢。真的是太开心了，真的是完成这15所学校，哇，我觉得一开始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然后我一直很紧张，就是在9月之前我一直很忐忑，我到底能不能顺利完成，我甚至跟团队说如果我中途倒下了，他们一定要继续帮我完成这个梦想。但是很感谢，真的是我们这么一路以来呢，虽然有遇到了很多的挑战，遇到了我们的团队病倒，然后呢，遇到了这个可能下雨的一些问题，但是我们还是很顺利的走过了这15所学校。而且当我知道有一些学校就是出动全校的人的时候，我觉得很感动啊！我看到有很多的学校都有安排各族的人民参加，除了有我们的三大种族华人、马来人、印度人，还有东马的朋友也邀请了很多的土著一般人、卡达山人呢，一起来参与这次的 MV 拍摄。大家甚至穿上了传统的这个服装，真的是很漂亮。我希望呢，让全世界啊，不只是华人啊，全球的人民看到，在亚洲、在东南亚这样子的一个国家，我们还是很注重这个新年春节的文化，把这个新年的这个快乐的气氛传递给全世界。在这里也要特别感谢，就是愿意答应这次 MV 拍摄的所有的同学们，因为这次的 MV 拍摄呢，我们必须要获得不只是校方的同意，其实最重要还要获得家长的支持，因为有家长的同意书，孩子才可以在我们 MV 上镜。
然后我们也知道其实这次的 MV 真的是太多人了，其实我们有近万个学生参与，所以可能没有办法让每个学生的脸都很清楚地呈现在镜头上面，但是我真的很感谢大家的这个参与，让我们的这个 MV 才能够有这么壮观的这个画面呈现出来。我希望呢，到时候这个 MV 播出去的时候呢，同学们、老师们、家长们都可以 share 我们的这个 MV， 把我们的快乐传递给全世界。最后，我在这里恭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有舍必有得。有舍有得。